你在干什么？医生嘱咐过了，外公需要休息，任何人都不能打扰。你少在这给我摆谱！这里所有的主治医生我们都是熟悉的，外公什么时候休养，什么时候治疗，还轮不到你发号施令。乞丐，你别碰我！我是庄家大小姐庄美萱的亲生女儿，在你碰我之前，你最好好好想清楚。 你有没有资格碰我？在蓝海全体股东大会之前，外公需要没有任何人打扰的静养。如果你们不希望大会出什么岔子的话，那就趁早离开。就是因为下周全体股东大会，所以我们才不放心外公在这儿。谁知道你们会对外公做什么？毕竟。 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别碰我妈！不想场面太难堪的话，就别动手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？如果不是因为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跟姓庄的说话。你以为搭上这个丫头？ 就能做庄家的半个主人吗？在这里，还轮不到你做主。佳凯，妈，打电话，封锁医院，他们能把你外公偷走，内贼一定不赏。答应，明白。你拐带病患，意图谋杀，好大的帽子！但是想这么做的从来都不是我们。 是那些为了巨额利益，连自己亲人都下得了黑手的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您听得懂？